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我们今天呢收到歪国零食嘴寄来的零食嘴快递，它是一个零食惊喜盒。那不是就是像小时候我们买那个惊喜包一样吗？里面会有库洛魔法石的卡片啊、胶水啊。对，就是在一个 base 下，你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这样。好喜欢哦。对啊，它是台湾的品牌，然后他们会收集日韩啊、欧美各个地方的零食，然后它每一盒里面都会放一到两样台湾买不到的零食。那会不会有我不喜欢吃的东西？可以选择你不喜欢什么。客制化，它每个月会有一个主题。它这个月七月份是彩虹骄傲，啊，好酷哦！它为了配合同志婚姻视线，我好想开，我要等你很久，我想问什么时候讲完。而且你知道我收到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抗拒自己衝動。你要偷开？你敢偷开？我没有偷开啊！打爆你哦！这样可以把它打开。终于可以开了，耶！哎，很多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有给我们卡片呢。那这怎么我看不到？你念，你念。Erica 大耳，很谢谢您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希望您会喜欢七月的零食箱。如果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跟我们说。再次谢谢您，手写。好感人哦，好用心哦。每月惊喜零食订阅，彩虹骄傲。他有介绍里面我们可能会拿到什么零食：日本巨无霸彩虹 Hoki， 韩国乐天冰棒夹心软糖，韩国葡萄柚汽水，泰国香蕉卡士达，韩国什么太多了，帮你们自己看好不好？太多了。你也可以个别买他们的零食，你也可以不要惊喜包。对对对，它好像是满600免运费，惊喜盒的话好像是499以上还是什么，就也免运费。哦，而且真的很漂亮，你吃完那里当放内裤。为什么是内裤？它的包装纸是彩虹的贴纸，彩虹的台湾就可以贴在笔记本上面，要小心，小心哦。哇哦，哇哦，哎，好多，这太多了吧？可以赶快吃吗？有几样啊？六七九十十一，它有一个汽水，冰过更好喝。对，所以它彩。彩虹是在各个颜色吗？红、橙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棒、啊！用心哎、欸，它下面棒棒也有紫，这是 Pocky 吧？好长的 Pocky 哦！我想先吃 Pocky。我们照彩虹的顺序开始，好红红 Pocky， 粉红也算红吗？也算啊！啊，好大根哦，巨无霸 Pocky， 而且好像是巧克力吗？它短了。好吃了吧？这个梅，这完全是我的胃，就是 Pocky 很大的 Pocky， 不用因为每次吃 Pocky 一次要抓个好几根。第一次吃这种巨无霸，我觉得好满足。要交换吗？我不要，好恶心哦、喔！因为我还是觉得它比一般的好吃。我也觉得，为什么、啊？因为它比较大根，所以它饼干吃起来就比较不像细的那种大根，它吃起来会比较酥吗？对，你看它中间就是有空隙，那种空气感。吃，这是糖果哎、欸，哦，它有中文，草莓和苹果的夹心软糖，这是乐天的，它完全是中我的胃，它已经知道我喜欢什么口味，虽然我什么。都没有跟他讲，因为我想说我们都不挑食、啊。对啊，我们两个都不挑食。哦，螺旋柱，来干杯！干杯！它有夹心哎，它中间有酱，你看吗？它有夹心。哦，它挤得出来哎。对啊，我刚刚在嘴巴就是这样把它挤出来。它中间是苹果，我觉得有点咸咸的。啊，有盐哎，你吃出来的尿强啊。嗯呐、啊，如果喜欢咸甜咸甜的口感的话，应该会喜欢这个软糖。然后我个人是蚂蚁，我就知道甜甜到底。可是我觉得它有馅很特别，我还蛮喜欢的。葡萄柚的汽水吗？把打开就知道了。看起来是哦，哦是哎。我觉得很好喝，我喜欢葡萄柚，它葡萄柚味道很明显，但它真的要冰果比较好喝。可以想象它冰果会很好喝。这是韩国来的，它没有中文。对，这应该就是台湾没有的吧？还是其实有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啊，有有有有。葡萄柚汽水。We talk 吗？不，反正这是常出现在 Instagram 上面的，网美爱拍拍。哦，这就是彩虹 Pocky。我拍完了，什么？该有人截图了吧？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截图。我也是傻爆眼。我们吃的这几根，它是从这个巨无霸彩虹 Pocky 出来的。不然我们先把 Pocky 吃完好了。红橙橙啊，哈密瓜。我觉得 Pocky 就是不会有问题。对啊。那哈密瓜口味我还真的没吃，问你说哈密瓜口味没有？就大家有发现什么不好吃的 Pocky，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我好想知道。好像是一包这个蛋糕哎、欸，香蕉卡士达哎，很好吃哎、欸，很像蛋黄派啊。断面秀，断面秀是什么？真的很孤陋寡闻哎，它里面的馅是香蕉馅，嗯，很像那种蛋黄派，泰国的红板甜点，这个好。但我目前最爱的还是 Pocky 那种葡萄柚汽水，葡萄柚汽水也不错，我觉得很厉害这一盘。我们才开，刚刚唯一让我普通的是那个糖果，可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个爱吃糖果，我其实也不喜欢吃糖果，可是我觉得它那个馅真的太酷了，它是 special 路线，绿有两个，把那个我已经注意它很久了，我刚刚很想开，它是洋芋片，我也想吃，它是英国的洋芋片，洋葱酸奶口味。
我喜欢洋葱，超爱洋葱，我洋葱人。所以下次我们订购惊喜包，要跟他说我要洋葱。这超洋葱的，我也超爱洋葱，这超洋葱的。这超洋葱的，好好吃哦，你看这太好吃了。他是不是直接拿洋葱来风干的？酸奶的味道也很重。对，它是有那个辛辣味的。太厉害了，那个完全可以拍广告啊！拜托台湾赶快出好吗？棒棒的，它有哪一个是买不到？我还蛮好奇，可是它还是没有超越 Poke。它有超越 Poke， 对我来说，它赢了。嗯，它有超越 Poke，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洋葱。因为如果特别度可以加分的话。嗯，我现在嘴巴都洋葱味，等一下这时候就要喝个葡萄柚汽水，超梦幻的耶，你不觉得吗？在家里面打开了这个惊喜包，然后每个都吃一口，哦，好爽，好爽，然后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抹茶 Poke 很茶，达利抹茶味，实力抹茶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被别人骂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啊，浓度很像，嗯，很浓哎，整个一个茶味串上来，竟然没有不好吃，对啊，还是我们太好养了，怎么办？什么都可以吃，我标准很低，没有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，要挑这个配色，然后要挑到好吃，不简单。蓝有两个，就是淀还是蓝？它是薯条哎 ，cheese 跟洋葱，一定会好吃的啊！这想也知道好吃的啊。我们再说，要广告吃吗？一起吗？干杯！打回现实，口感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它比较空气感。卡迪娜那种薯条，我觉得又太空气了。真的，我觉得那种很好吃哎。没有，我是说又比它空气，它直接中空。薯条本身是比较紧实的，然后它是介于那两种之间。它是比较清爽型的味道。哦，这款是在台湾吃不到的，因为它味道比较清爽，所以会一根接一根吃。对，有点难以停下来。我还是喜欢的。你说酸奶？嗯啊，我也是，我是重口味。我喜欢重口味。等一下跟男朋友约会，然后嘴巴不想太臭的话，但是还是想要洋葱。cheese 饼干，澳洲的，哦，好吃感觉。他说有人形容像在吃 cheese 泡芙，它好 cheese 哦，你吃，吃到有点臭哎。戒指的感觉，广告都是这样吃，不是吗？泡很多，好童年的感觉哦。我知道意思了，它咬碎然后融在你的唾液里面，很浓郁，很像喝汤。它 cheese 的风味上跟之前吃过的不太一样，这个我也喜欢，因为它口味也是偏重。吃完这些啊，平常去便利商店看那些零食，完全被打趴哎。觉得他们就是要故意找这种让我们吃的就丢丢，然后我们之后就再也不能去外面买了。每个月都可以帮你送过来，然后它会是新的吗？每个月它都会换主题，对，而且你月份订阅多，它折扣会更多。办什么同学会 party， 这拿出来多有面子。有，而且它有一个主题是给大家办趴用的，就是它里面种类更多。我想说，我们下次同学会就可以买这个，欸，对耶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大家来的时候，你们看过这个吗？你们再去买烤鸡、买披萨，每次都烤鸡跟披萨。最后一个紫色，耶，紫色有两个，这是咸的，好，因为刚刚吃咸的。它好重哦，这是咸的吧？印尼的球状洋芋片，印尼人常常将它撒在炒饭、炒面，甚至粥上面，所以它是可以混在主食里面。好酷哦，很多零食都可以啊。那个鳕鱼香丝也是可以拿来煮汤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它好美哦，它很像之前有流行过一阵子那个莉莉冰淇淋，有点麻烦。难吃，它可能用汤匙吃，因为它很小颗，它很鸡耶，超鸡的，感觉应该蛮好吃的，放在炒饭好吃耶，抓一把好像，哦，不要这样吃，一次就是一把，很爽，其实蛮硬的，情侣可以这样子小确幸啊，就让你一口我一口啊，然后就是为了一整个晚上都还吃不完，来吃吧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好吃哦，那你要喂我吗？啊。又是 Poke 啊，葡萄 Poke 我还是最喜欢草莓跟哈密瓜。以光以口感来说，我最喜欢是草莓，可是哈密瓜很特别。我蛮喜欢这个。整个最喜欢吃的，我喜欢酸奶洋葱啊。哈，我也是哎。第二名是草莓的 Poke， 我第二名是这个，第三名是这个，我是第三名这个。大家现在看我们吃的那么爽，然后你们是不是也很想要试试看？订购的时候，提上我们的专属代码就可以拿到优惠，有两个优惠代码，一个是 Erica Big Ear， 如果你输这个的话，然后在你每个月订购这个惊喜盒的时候，第一个月就可以多享有250元的零食，太好了吧，很多哎。第二个是 Erica Big Ear 50，只要50呢，如果你单买零食，你就可以折50块。所以单买零食有单买零食的优惠。对。外国零食对大家很好，他提供给我们一个体验包来抽奖。怎么抽奖呢？首先你要按我们的粉丝团赞，然后当然也要订阅我们 YouTube。首先你要是我们的 fans， 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跟人家抢这个干什么？再来就是要在下面要 tag 你的3位好朋友，分享我们这个贴文，分享完之后你就有抽奖资格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但是这个呢，以重量来说是比我们刚开的这箱是重，不想偷看的，所以你们允许我们偷看吗？不要好了，不要，让你们给你们自己一个惊喜。那抽到的你们要跟我们说里面是什么东西。
东西，拍一个照跟我们分享。到时候直播抽，嗯，能抽有，因为它只有一个机会，难得，大家要记得留言哦。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分享，还有按赞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拜拜。